关爱众生，永不停息。生命电视，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善知识语录四：有一种东西可以令眼前的世界瞬间改变，它就是感恩之心。有无感恩之心，对人生关系巨大。同样一件事情，有感恩之心的人会用特别积极的眼光去看待，而无此心的人则会用充满阴暗的目光去审视。感恩是最好的祈祷方式，是强大的倍增器，是通往幸福的捷径。知错即觉悟，改过即修行。凡夫之所以为凡夫，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总以为样样都对。迷人自以为是，即使反省也认为自己没有过失，过失都在别人。殊不知见到别人的过失就是自己的过失，即使见不到别人的过失时，自己的过失就没有了。知道自己的毛病，这是觉悟，将毛病改正，这是修行。佛法的一切禅修都离不开观察身心，佛法称为四念住，身体的感受与心中的念头。只要不断观察自己的身心，我们一定可以发现无我的真相。这就是佛陀说的，所谓我者，其事如幻，不久磨灭。菩萨度人，譬若巧如母羊子，有四事：一者，洗浴始净；二者，如补令宝；三者，卧寐安稳；四者，保持出入，恒使欢喜。以此四事长养其子，令得成就。菩萨亦复如是，有四事欲养众生：一者，以正法洗浴心垢；二者，以经法饮食食饱；三者，禅定三昧随时心力；四者，以四恩饶益一切恒令欢喜。以此四事劝诲一切，常欲众生使得至道。在日常修行中，虽然我们还没有体验到证悟，但是经常思维一切事物的显象就像一场梦，是非常必要的。当你面对那些伤害你的困难时，这会帮助到你。如果开展出如梦如幻的理解，然后慢慢地习惯了这样的见地，你就会发现悲伤和痛苦
将相对的减少了。世界上曾出现无数佛菩萨所化现的善知识，他们以大慈悲心摄受众生，传法、引导、加持、护佑，提供种种的方便解脱大道，但我们仍然执迷不悟，以苦为乐，执我为实，身口意总是与佛法背道而驰。由于自身的我执和业力感召，最终我们没有为佛菩萨所救度，至今仍在轮回中流转，在苦海中受苦，实在应该感到遗憾和忏悔。真正的幸福来自于正念，正念帮助我们认出许多当下可用的幸福因缘，禅定则可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接触这些因缘，借由念与定，慧将升起。由深入的智慧，我们将去除错误的认知，并可以逐渐达到解脱，深入透彻的妙智，我们再也不会发怒、绝望，将可享受生命中的每一刻。我们永远在为自己着想，因此我们至今仍然痛苦。一心为众生着想的人，他早已成佛，获得了永久的安乐。断皈依杀生学处之犯缘。一、鸡，所有的旁生以及知道它具备生命。二、发心，对所杀之旁生确认无误，升起故意并不间断的杀害之心。三、加刑，自作使他，劝赞他人杀生。四、究竟，断除生命，具备此四种因素下所杀的生命，乃是犯下了皈依法的戒律。六道中的众生，没有一个未曾做过自己的父母，而现在在这个众生共业所形成的社会中，杀生现象却非常严重。我们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佛子，利益众生的方式可能有很多，但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像放生这样，可以直接从屠刀下
解救那些即将被杀害的乳母众生。吃素和学佛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同时与我们自身的健康、福德和增长智慧的定力都有很大的关联。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正确的认识，相信有智慧的人对于自己一定会关照爱护。那要从什么地方去爱护呢？就要从因上去爱护，不要从果上去要求。种因一定得果，种什么因，将来一定得什么果，要从这个方向去努力。菩萨应该竭尽所能，让佛陀教法之音声在从未听闻佛法之处传扬。菩萨可以将佛法带给人们，使人们能够把佛法付诸实修，并依照佛陀的教法来行止。正是这种做法，使一切诸佛的事业繁盛增长。佛弟子无论出家或是在家，都应致力于追求佛法之真理，不应迷失于名闻利养之中。既然所追求的不是形式，而是真理，就应该精进修法，并且养成早起修行的良好习惯。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供养从梵文翻译过来，即是指欢喜心，是指使对方升起欢喜心。供养三宝，就是令三宝升起欢喜心，让佛菩萨升起欢喜心。难道不供养钱财，佛菩萨就不欢喜吗？不是的。怎样才能让诸佛菩萨升起欢喜心呢？要如理作意，按照佛法的正道确实修行，佛菩萨才会因此而生欢喜心。这就是无比的供养啊，这个供养的功德是无法思量的。度王序里面提到，因三恶趣与果三恶趣。所谓因三恶趣，是指贪嗔痴；果三恶趣，是指地狱、恶鬼、畜生。当我们内心升起贪嗔痴的时候，自然会升起类似三恶趣的痛苦，而嗔恚心就好比大火，
是堕落地狱的主因。地狱世界是黑暗的，在我们的内心升起强大的嗔恚时，会感觉周围都是黑暗或模糊，看不清楚，或者会感觉四周都是火红的。地狱里的狱卒们持着矛与剑，当我们内心升起强大的嗔恚时，就如同有人用剑刺进我们的心脏一般，心很痛，不自在又不舒服，这就是类似地狱中的痛苦。有客问禅师，如何区别世间人的智愚之分？禅师笑答：愚痴的人在诸事不顺遂时，满心哀愁，神情沮丧；一旦事事如意时，则又雀跃不已。这就是愚痴人的特性。而智者早已看清了生命的本质，不会因所谓的得失而动摇心智。客问：师父，生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禅师答：生命的意义在于超越生命。
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梁皇宝忏法会，恭请湛山法师、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日期7月27日星期六上午8点半招请。7月27日星期六至7月28日星期日，8月3日星期六至8月4日星期日，每日上午8点半礼拜梁皇宝忏。7月29日星期一至8月2日星期五，每日下午2点恭诵《阿弥陀经》暨慈悲施食。8月4日星期日下午2点大甘露普施法会，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07-282-0278，07-282-0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法会设有普施干粮及白米煮，请提早来电洽询登记。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礼拜梁皇宝忏，恭请慧信法师领众，日期8月5日星期一至8月11日星期日，第一天8月5日晚上7点到9点第一卷，第二天8月6日晚上7点到9点第二卷，第三天8月7日晚上7点到9点第三卷，第四天8月8日晚上7点到9点第四卷，第五天8月9日晚上7点到9点第五�卷，第六天8月10日早上9点第六七八九卷，第七天8月11日早上9点开始第十卷加蒙山，蒙山贡品会与低收入户结缘，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2。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台湾于113年4月3日发生强震，花莲这片美丽的土地也因为强震之下多处房屋倒塌，受损相当严重。崇德村的居民在这场灾难中，许多人失去了家园，生活陷入困境。由于灾情严重，复原重建之路更是举步维艰。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长期配合政府赈济灾民，因应本次花莲强震造成灾民生命财产损伤，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汇集十方信众的力量，协助受灾地区民众渡过难关。7.2强震不止花莲，全台各地都感受到强烈摇晃。看到各单位的简报，花莲地震发生后，政府以及民间各慈善团体于第一时间启动救灾及应变作为，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崇德村逐渐从震灾中恢复。这一刻，我们更加需要爱与关怀。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于6月15日前往崇德，用实际的行动一起给予此次花莲强震的受灾民众温暖与支持，希望可以协助村民渡过此次的难关。为了
让此次活动顺利进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执行长与众多义工人员一起准备赈灾备品。此行还有法师慈悲带领我们共同前往关怀受灾户。来，袋子给你们。我们要号码。这是人家会那个。好，好了哈，继续了。送晴梅，送秋月，摇梅子。敬爱的崇德村的村民，大家下午好。很荣幸这次我们敬爱的李慧玲崇德村的村长的介绍跟因缘的殊胜，来跟你们大家佛教慈悲置业跟你们来结缘，来结善缘。这一次大家都辛苦了啊！04、03的地震造成崇德村这个地方有多多少少的受到影响，那我们也因缘的殊胜知道崇德村的这些的灾户这些的村民都受到影响，那我们就有这个因缘，有一个这个机会来这里跟大家来结善缘，虽然小小的心意，然后做大大的跟大家呢一起来结善缘。然后这次呢我们也很荣幸李慧玲的村长的介绍知道说，我们这里都是靠着这里的矿区，靠着这里建的民宿饭店都在那边工作，那因为地震的关系然后受到影响，受到影响造成的造成工作上的不便，然后停止的所以说生活方便也不便，所以说再次跟大家来一解这个因缘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来跟大家结善缘。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慈悲置业基金会的志工们为村民们送上爱心物资，包括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每一份物资都承载着我们对村民的深切关怀。感谢慈悲置业基金会，八个大车八个，好，谢谢他们。慈悲无界，爱心永存。感谢所有参与关怀的义工菩萨们，以及所有护持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的广大信众们，我们将您护持的善心物资一起带来崇德村与受灾户结缘，您的布施善举将帮助他们尽快走出灾后的阴霾，活出美好自在的人生。让我们一起携手将爱传递到每一个角落，让花莲重现昔日的美丽与希望。明天是六斋日，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阿弥陀佛。念佛生净土。众生。